天哪，我看到云海了。嗨，早安。我今天打算去看云海，我确定看得到了，但是我看今天雾挺多的，湿气蛮重的，所以我想说，说不定看得到。巴士有点多人，所以我们打算是走路去。出发！它这里其实有做一个小路是可以让我们走的，就是要规划一个小路从饭店大厅走过去，他说走到那个 roadway 的地方大概10分钟这样。我们现在继续在行走中，山顶目前的温度是7度，路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砍棒，谢谢散策路。我们现在走到餐厅，哦，他很贴心，他这里有写徒步7分钟，加油加油。经过这个林道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已经到缆车这边，然后现在把票给他看之后就可以上去搭缆车。我们现在到室外的房东啦，现在是5点前。早起为了云海的这一天，哦，有可能是哦。我们看到云海了耶！哇，很漂亮哎！我们是 lucky 的两个人，对。建筑物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、哦，是那个塔，对不对？更远的那一个塔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是，等于说住在顶楼的人是看得到云海的呀。住在云端，住在云端，真正的云端。哎、欸，看那里好多人，莫名其妙突然就到了，吓死了。你好可爱哦，可以喝杯热的。嗯，被我们遇到了哎。袁小哥他跟我说，我们今天的云海是这个托马姆铲型的云海，这个是高度会比较低，然后昨天其实预报出来的应该是太平洋型的云海，太平洋型的云海就会像瀑布，就是连同这边的山全部都会是真的是像云海那样子。他说这个太平洋型的云海它是6月后开始才会比较会，夏天比较多。然后这个托马姆型的云海其实9月比较多。然后我问他说：“欸、那我们今天5月看得到云海，那算是很特别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对，其实真的算很难得。”那一区就是我记得那是新开的，与
云朵的那个形状，就是可以坐上去。那我实在是本人有点懒，我就不上去了。我们要下去喝巧克力了。这里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了，我们想说去喝个巧克力试试看。这阶梯还是有一点辛苦的。在这边写明信片，然后可以从这边邮寄回家。那我有问店员呢，他说这个明信片，他这里有写200块含税，这个是已经含了邮资，等于说日本国内、日本国外都是这个价钱的意思啊，就是200块一张，然后是不需要邮票的，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章。我们来喝巧克力。ココア2つお願い。ココア2つで。累計が1000円。はい。はい。ココアマシュマロ。我们拿到这可可。上面附了一朵棉花糖的云。哎，这里有。我刚刚买了这个可可，然后他就给我们了这样子是一个 set， 然后它一杯是500块钱。哦，很甜哦，挺可爱的。哎呀，这是两个小店，实在是不会美观呢，弄扁扁了。不行，它像扁扁。而且有点凉，对，一直流鼻涕。它的棉花糖其实不很甜，继续沾着扁扁。重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虽然天气预报说呢，早上温度只有6度，所以我们原本以为会很冷很冷很冷，但是我发现其实上来体感温度其实还可以接受啦，就跟台湾寒流可能差不多吧，但是比台湾寒流没这么刺骨。也差不多慢慢的退下去了，现在时间是我看一下，早上6:10，所以我们也准备收工回家啦。